你们说墨者应该是什么样的人？墨者应该要饮食独立吗？喏，阿兄亲手做的香囊可以驱虫提神，还可以静心辟邪，消灾解厄，百毒不侵。还是应该要入世救人，贡献所学。我说太师兄弟，这山上真有妖魔？有人见到那大妖吗？隐士避祸不过懦夫，若不为天下魔鼎放种，算什么魔者？这儿处处有浮流，机关却不受湿气影响，都能持续运作。许是先秦墨家为避祸而建成，以此为基地，传承墨学。区区一缕幽魂，何必留在世上受苦？来助你解脱吧，香儿。太师兄弟，不要冲动，别担心，我冷静得很。兄莫要记恨，我等是为天下，为大义。为谁的天下？谁的大义？黑虎，妖魔，或是轩辕剑，你想先知道哪件事？